咁咧，马迷，我哋呢个时候咧就揭晓2017至2018全季马匹最佳表现奖嘅冠亚季军啦。首先，我哋会颁发咧就系季军嘅奖项噶，获得我哋季军嘅马匹系金手指。我哋有请颁奖嘉宾澳门马主协会会长李学源先生，将奖杯颁发俾我哋季军嘅马匹金手指嘅马主金手昌赛马团体，亦都有请谢桂全先生代为领奖。恭喜晒！继续，我哋有请李生咧，就为我哋颁发锦旗啦，同埋奖金俾我哋获得季军马匹嘅马房。有请练马师谢桂全先生，恭喜晒，能够荣获到我哋嘅季军奖项啊！认真合照留念啊！恭喜晒！接住落嚟，我哋将会颁发嘅系亚军嘅奖项，而荣获我哋亚军嘅马匹系东方迎喜。有请我哋嘅颁奖嘉宾澳门马主协会主席李月良先生，为我哋将奖杯颁发俾亚军嘅马匹东方迎喜嘅马主郑俊佳先生，恭喜晒！继续我哋有请李生刘博为我哋颁发锦旗同埋奖金，俾我哋获得亚军马匹嘅马房。有请练马师王君石，恭喜晒咁多位，唔该晒李生。接住落嚟，我哋即刻揭晓嘅系获得2017至2018全季马匹最佳表现奖嘅冠军马匹系江河神采。我哋有请颁奖嘉宾澳门赛马会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李柱坤先生，将奖杯颁发俾我哋冠军嘅马匹江河神采嘅马主倾个代表黎先生，恭喜晒！继续我哋有请李生刘布为我哋颁发锦旗同埋奖金，并我哋获得冠军马匹嘅马房。有请练马师张少圈，恭喜晒！这个时候我们将会有致送纪念品的环节，我们有请澳门马主协会主席李月良先生为我们致送，也有请李柱坤先生接受，谢谢晒两位。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影张合照留念，恭喜先顺利进行交给直播室的同事。